当中获得第一名，所以下面首先让我们为一波王炸蹦战队应援。我喊三二一之后，大家一起来喊一波王炸蹦，好不好？来，三二一，继续啊！再来一次，最后一次，好的。各位，我相信大家也非常的期待这样一个大秀的作品。我要提醒一下各位，这也是我们王一博战队在今年我们的舞台上的最后一次起舞的作品了，所以希望他们可以拿出最后一战的气势。我们首先来看一段 VCR， 请看。就是如果是我们要唱那个 Two Broke 的话，我们就在你的那个习惯的那个步伐上面，这样会更快。没有，你先排，我去摸，然后我不行了，然后咱们再改。然后我想做的说的我多一点，不要说好吗？好。上一次的大秀我没有做那么多技巧，然后这次的话可能我会做技巧性多一点的东西，也是我一直想在节目里做的东西。健身动作其实很简单，我是分钟。先这样，对，然后换掉，换掉，对，那还是这个掌，这个掌还是往哪里推？往这里推。往后面，来，你先放手，是不是？然后又先放手，对啊，他就对对。其实招不是很多，就是简单的一个 phrase， 只不过在 footwork 上面的话就做了一些比较套脚的这种动作。但是因为 breaking 不管做什么，通过 footwork 这些基本动作都是需要用腰带的，如果不用腰带的话就会显得脚很沉，所以说这次的难点可能会在这方面。 上彩一，上彩一，二三，上彩一。因为我们战队其实不适合就是大家坐到一块一起跳这种特别齐的舞，然后我们就还是分拨吧，就把适合跳齐的舞的人到一起，然后一起跳；把适合跳 breaking 的人，然后让他们出来，然后做他们的招，对这种切换吧，应该没什么大问题。我昨天中秋节嘛，有跟队员就是对给队员发了红包，祝他们中秋节快乐。同时先说了，就是如果跳不齐的话。对，拿了钱就必须得跳起，就开始玩笑嘛。有请王一博队长的一波王炸蹦战队带来战队大秀 The End Game 最后一战。Chaque jour est un espoir d'apercevoir les terres. On souffle dans les voiles comme si ça nous avançait plus vite. Et puis on verra bien. Passer sa vie sur la côte, sans jamais avoir pris le large. Passer la nuit sur les eaux, sans tout pris sur sa peau. Passer moi vite dans ma peau, j'irai là-bas à la nage. Quitte à mon kiki sur les récits, quand viendra le premier aura. Et puis on verra bien. We'll be right back.
谢谢我们的王一博队长，也要谢谢我们的一博大宝，掌声送给他们。大家都非常的兴奋啊，果然是我们的最后一站，拿出了最后一站的气势。朋友们，现场有投票权的201位评审，请在我倒数之后做出你们的选择。如果你们喜欢这个作品的话，请把你们手中的绿色毛巾扔向我们的舞台，不喜欢则不投票。在本轮我要提醒各位有重复投票的权利，来，3、2、1，请投票。好的，谢谢。来，没关系，我们工作人员会来弄。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请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上台数票。来，一博跟所有的队员移步到采访区。欢迎王一博队长以及一波王炸共的各位队员来到我们的采访区。这样，我们让一博队长先喘口气儿。来，我们往前站到这条线，好不好？我们请队长带着大家稍稍休息一下，我们先听一听。队长对于刚刚这场战队大秀有什么样的点评？加尔，这就是街舞。我开摩托没有那么骚。要不要大家一起热个身，放点音乐嗨一下？我喜欢原创，你如果扒别人的东西来跳的话呢，就很不 respect。 你说你擅长 freestyle， 有人想 battle 吗？我还想看您的 freestyle 可以吗？因为我想学习。先不说招，就是太会玩音乐了，然后就是那个点，我会很喜欢这种氛围，这种气氛。对，所以我是放弃，因为我可能有我自己的喜好。我更钟爱的可能就是 hip hop、locking 比较 old school 的一些东西。我是比较喜欢这种有力量的风格，编的确实也很好。我不想在我的这个 team 里面 b-boy 是纯做招的，我想是全能的 b-boy。我对我非常 old school 的，我可能想要的全能一点的 b-boy， 需要在队里放大招的时候放大招，但是不只是放大招。大家都说赢，那我肯定也要赢嘛。但是我还想交一些朋友，然后能够也提高一下自己，然后大家可以一起玩得开心。公共毛巾数最多的那一位，则表示刚刚的大秀分数最低。其实就只用看白毛巾就好了，我干嘛这样数呢？节嘛，有跟队员就是对给队员发了红包，祝他们中秋节快乐，同时也说了，就是如果跳不起的话，对，拿了钱就必须得跳起，就开个玩笑。接下来呢是蒙古舞与 hip hop 的结合，有请蒙帕。但是他跑过来之后，没人看那边了，好像是不是？他可以其实先跑过来站到旁边，然后让大家看我们的时候，看我们的时候，然后就指那边，只有他炸完之后，他才往那边坐。Yeah. 对。可以，其实是可以。现在就这个节目看起来就是好看，就很充满，但是就是没有，就是让我能够达到。我懂，就顶不动，没错吧？技巧。Do you have skill? Something? Yeah, maybe skill. Oh yeah, okay.一博队长，你怎么你的感受是？今天就是大家好像都挺开心的，尤其是这个加尔哥。为什么？不知道，他就上来就绕场子。啊，对。这就是我们一博王炸这个起舞。Boom！ 一博队长一定要有后面那个 boom， 对不对 ？Boom！
我之前有听说艺兴最近一直在练这个舞种。对，因为我拍那个 music video 叫我，哎，我打一下歌吧，我的专辑那个《莲》那首歌出来了。好听。别太闹，什么什么？莲，莲，对。打一下歌吧，我的。哎，我没听清楚什么啊？莲哦，莲。哎，那个字怎么读啊？莲。副歌是怎么唱来着 ？I'm the lion. Yeah. Yeah. 还打一波歌。不相上下。哦，他都来四个字了。一波抢答，来。其实因为在之前我都知道我们的口才都十分的了得。怎么了？怎么了哥？反正有这个说不清楚的。得我哎，那个字怎么读？连连连啊，连。有说不明白的，可能还是在可能比较有点对。AK 鱼冬。OK， 还有说不利索的。一开始我怎么说呢？一个选让我潮很这，哎，你明白了。对。